都是在网上的，所以一会儿我把链接发给大家，那个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到那儿去看结果，就是自己的得分和那个总分总成绩。那我现在先宣布三等奖的201号先生。哦，Alicia， Alicia， 对，谁来发奖？来，那个要有谁来发奖？Mini 大姐，红方老师你见过吗？他还得那个名字出来之前要停三秒钟，要让大家吊一口气，然后说是阿林。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等了很久了。嗯，来发三等奖，评委老师来发三等奖，好吧？好，先发了一个。恭喜 Alicia， 继续加油好不好？明年再见哈。205号选手，这是几等奖？三等奖。这还是三等奖？三等奖有三个人。三等奖有三个。都在前面站好了，三个奖一块。站好。对。205号，哪个是205号？205号是 Emily 唐。Emily， 恭喜 Emily。我们要不要换一个评委老师？下一个。对，下一个三等奖是204号 ，Cherry， 恭喜204号选手。OK， 谢谢，恭喜。好，先往后面站一下。哦，三个一起照个相。对。好。我们评委老师最好是一个评委颁发一个。上来呀，等着来发奖啊。一等奖再来发，一等奖再发。二等奖谁来发呀？哦 ，OK OK。我天。哦，那个二等奖，一个是203号选手 ，LV Wang。Avril Wang，Sorry， 恭喜 Avril。照相照相，你有照相。下一个二等奖是210号选手小童熊。恭喜恭喜小童。一等奖 Angelina 陈。我们请领馆的来往中间站。我天，我站旁边站。恭喜 Angelina， 演技也非常棒，谢谢。恭喜所有参赛选手，对每一个参赛选手都有纪念奖。来，颁奖的是我们的舞台总监松鼠。来，让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，祝贺大家。好，现在就先这样了。对，我们这个是青少年组。啊，我们接下来还有成人组是吧？对，下面是成人组。对，先说少儿组。OK， 好，请我们的选手下台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。不要离开，我们还要合照。